的师大服务的余叉，在社会处副处长高中瑜领军之下，大家共同对抗各项问题，奋力的一戳，也启动9月29日海岸县区家庭福利服务中心办理的浪出新滋味醋鼻桃味尬奏会的活动。透过我们家庭服务中心的一个服务，希望能够将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都照顾好。在强化社会安全网这个部分，在明年呢，我们也要增加到每一个中心多增聘我们的这个社工人力。那也希望透过我们这个中心的服务，希望把我们每一个家庭都照顾好。我刚刚2:45左右就来哈，每个闯关哈，我大概都先尝试一遍了哈，确实是真的都是非常的有创意。除了主要宣导行政院强化社会安全网的计划之外，现场也安排了不少的摊位，让参加的民众可以在互动游戏当中更加深各项宣导的印象。舞台上精彩表演以及摸彩不间断，活动场边更是紧张刺激呀！精心设计如同家庭问题的9道关卡，参赛者如同民众面临问题时勇敢的闯关者，一旁协助的社工更是重要的角色。而在现实当中，他们协助连结社政、劳政、警政、卫政和教育等单位，来对应日趋变化的家庭问题。透过这次别具新创的活动内容，增进网络间的熟悉度，打开民众对在地资源的认识，一起守护家庭，创造更多的幸福。